南区去了，襄阳湖去南区跳水区去了。长大了就不敢这么靠近了。看他入定，他现在不让摸，你一摸他他就乱跑了。让他歇一会儿吧，一会儿我们也该收猫了。一个虫，你前面有个虫，踩死他！一踩死他，你前面有个虫。依依，你咋不理他呀？有个虫。跟依依说话能听懂吗？大概能听懂一点点，也不是说完全能听懂。握手，怎么快收猫？快下班，下班就收猫呀？这么大九九，跟他妈放一起去，他妈已经不认识他了，一般五个月的时候，依就没有这么多自由了，对，依没有那么残忍。上小，谢谢送的小心心，谢谢关注啊，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我们。